你上学快迟到了吧？还不快走？我不敢去学校。为什么？我刚做完化疗，头发都剃光了，我怕大家笑话我。这样啊，那我请你吃爆蛋吐司吧。食神归位。土豆冷水下锅煮熟，捣成土豆泥，在土豆泥中加入黄油、黑胡椒、盐、一勺黑松露酱和少许牛奶，在平底锅中抹上黄油，把两片厚吐司两个煎黄，菲力牛排切成长条，撒盐、黑胡椒，用橄榄油混合黄油和大蒜煎香，平底锅中铺上蛋液，迅速折叠成厚蛋烧，吐司中加入土豆泥、煎好的厚蛋烧、黑椒牛柳，再加上一勺黑松露酱，爆蛋吐司。好吃了，蓬松的吐司外松内软，满载黄油的奶香，直吸鼻梁。等一下，还有人想和你一起吃早餐。嗨，早上好 ，surprise！ 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其实我们是来接你上学的。啊，你们怎么？怎么样，帅吧？谢谢大家。头发没有了还会再长出来，有朋友和爆蛋吐司的日子就不会太差。孩子们要勇敢，只要活着就一定会有美好的事发生。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。